卡地亚的被动技能，每过一段时间，他受到伤害后会在4秒后返还这期间所受到所有伤害量的 60% 的生命值。一技能卡地塔向前方游出，期间处于免控状态，然后再回来，再按一下可以在中途停止。二技能卡地塔在地上放个圈， 1.5 秒后召唤水柱击飞范围内的目标。在一技能的过程中使用二技能会让卡地塔在原地停下，并且原地释放二技能，还会增加二技能的喷涌速度。大招卡地塔跳入水中，对周围发出6道水波，在水里时处于无敌状态，然后波浪收回还会再次造成一段伤害。因为卡地塔大招延迟比较高，所以可以用大闪来改变大招的释放位置。然后是带石化的连招，先一技能过去到敌人脸上，然后二技能秒接石化，用石化来抵消二技能前摇，然后接大招是用二技能击飞效果来抵消大招的前摇。还有二技能起手的连招，就是先二技能预判，然后一技能过去，然后再放大招。不过这里他一二技能就已经死了。最后一个卡地塔的终极秘籍，假装打不过你，骗你来主动贴我脸，然后贴脸大招 surprise， 然后再看情况释放一二技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卡地塔装备吧，这边还是推荐一个就是命运刻钟加闪电的组合，因为如果不出这两个装备的话，卡地塔在那个没有大招情况下是非常无力的。你可以比他看成一个容错率比较低然后爆发比较高的爱丽丝，对吧？爱丽丝也是要出闪电权杖和命运刻钟的，因为他那个没有大招情况下伤害特别低。有了这两件装备之后，你就可以用这个一技能就连按两下，就自己稍微往前进一点点，然后把那个水浪打出去，就可以触发闪电权杖，伤害伤害还是挺高的。你看我刚刚前面那个连招里面一个一二技能配合上闪电和灼烧，灼烧是那个天赋里面的那个魔法狂潮，就直接把一个对面 ADC 给秒了。然后这边我也稍微说一下顺序，就是先出那个命运刻钟的小件，就是那个升级回血的那个叫玲珑宝石，因为那个东西越早出收益就越高，因为前面升级就越快嘛，基本上可以到三级的时候出到那个玲珑宝石。然后如果你前期比较顺，就是前期拿个人头或者什么的，你可能到 2.9 级就升到了这个玲珑宝石，就拿到钱了。一般来说正常发育的话在三级左右。然后玲珑宝石做出来之后呢，就不先急于做那个命运刻钟，就让玲珑宝石的这个东西啊稍微发挥一会儿，然后把回蓝鞋做出来，然后这个时候你蓝肯定是完全够用了，然后再和大剑就是命运刻钟，就是让这个它的被动就尽早的发挥出来。然后出到闪电权杖的时候，基本上它的被动已经有七八层了，当然你比较顺风，就人头拿比较多，可能五层的时候就出来了，比较逆风一直没有发育的话，可能十层的时候那个闪电权杖才出来啊，这都是有可能的，反正七八层就比较平均。因为闪电权杖是基于你蓝条的伤害的嘛，然后命运刻钟叠到七八层，这个蓝条已经比较厚了，所以这个时候伤害就非常高了，就是用一二技能就可以打出不低的伤害。不要觉得这样太拖节奏了，因为你前期其实没有什么太多打架机会，你只要大招捏手的时候，就是大招在手里的时候能够杀掉人，就是一套爆发能够杀掉人就可以了。等到后期可能有什么中路塔对峙这种情况，你可能需要一技能什么消耗一波这种情况，这个时候有个闪电权杖就会比较好受，就是在两件装备出来之后。接下来就做破碎流年，因为卡地塔还是比较吃大招的，虽然说他大招前摇比较高，贴到脸六道水柱完全是爆炸的。然后出个冰杖，就是增强一下这个一技能减速，为了一技能过去之后二技能什么石化大招更好的命中，然后也是看中他一个移动速度，然后冰杖也有一定的吸血，然后巨能之力就不必出了，因为它被动就有回血，所以冰杖就比较全面了，既有这个减速，又有自己增加移动速度，还有吸血。然后最后一件的话就根据局势出了，这边浴火血雨呢就是一件比较通俗的装备，对面比较肉的可以出魔器，对吧？然后比较逆风的话可以考虑出件肉装，肉装的话推荐神域啊。然后这边提一下那个寒冬权杖这个问题啊，就是它在大家都知道他这个大招的前摇比较长，看过我这个英雄直播的人都知道，就他要这个放出六道水柱之前，他有一个入水动作，就是跳下去那个过程，他是就几乎是把自己就定在原地，大概有快一秒了吧，不到一秒钟，但反正蛮长的，这点时间就足够让对面就把你给控制住然后杀掉，因为他大招是可以被打断的嘛。然后我也去训练营测试了一下，就是看看能不能在入水的那个时候金身，然后这样的话就不会被打断了。然后答案是不可以的，如果你在就开了大招之后放金身，他那个入水动作的时候还是会被打断的，你只有跳下了水面之后那个水就直接结冰了，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在无敌的时候开个金身就完全是浪费掉的，所以说出那个寒冬权杖并不能让他的这个大招前摇很
很长的这个问题被这个消散掉。大招的前摇是这个英雄最大的短板，如果大招没有前摇，这个英雄完全可以进 T1， 但是这个大招前摇一加上，基本上就只能带 T3。 好，然后来看一下灰机和天赋。灰机带法师的这个天赋点移动速度、法术穿透和魔法狂潮，因为这个法师真的走得挺慢的，讲道理，所以说加点移动速度支援啊，还有大招开起来之后那个就收的那一下能够追上人也是挺好的，就挺有用的吧。所以说我之前的冰杖移动速度也是因为这个，因为它就是不加这些东西，它走的实在是很慢。如果你出神速写的话，蓝可能不够，而且你在神速写这个效果，它在那个团战中是无法回复出来的。然后第二行点这个穿透，因为它不太需要吸血嘛，就点穿透就可以了。然后第三个点这个魔法狂潮，就它的一号技能就完全可以三段伤害就可以触发这个魔法狂潮了，就弥补它没有大招的时候伤害很低的这个问题。当然你也可以带神秘商店，神秘商店就是比较万金油的，任何法师都可以带。但是我打了几把，感觉下来魔法狂潮的效果可能更加好一点，就前期有了它，就是秒人能更加舒服一点。啊，然后讲一下那个英雄克制关系啊，我偷个懒就不截图了，因为要说的比较少。就最佳伙伴，决绝，啊，有决绝的卡地亚和没有决绝的卡地亚完全是两个英雄，就像有法杀的麦西塔和没法杀的麦西塔尔一样。就是因为卡地亚他的技能延迟都比较高嘛，前摇比较高，就需要有人帮你控制住。决绝有非常强势的单点控制，而且可以让你有非常大反应时间，在那个区域里面限制很长时间，基本上你不是傻子都能命中技能。然后决绝大招免控也会让卡地亚大招释放的非常舒服。然后别的搭配就是一些控制英雄，什么卢比啊、金刚神啊、车啊这种东西。然后克制他英雄呢，就是能够一刀把他秒掉，就是不让他发动大招来的，像娜塔莉亚、哈尔特这种沉默流的，非常非常难受。然后是位移比较多的，像哈里斯、古星、克劳德，基本上你大招是打不中人的。当然有个决绝，这些都不是问题，但是反你就不要想了。然后卡地亚自身就比较克制一些小短腿，然后还有一些手短的，像赵云这种，然后自身又比较脆，就是骗他进来然后开大啊。之前的那个连招里面看到，总的就是这么一些。好，然后先给大家介绍一个新的打法，就是一二二。之前给大家介绍过311，对吧？就是不知道的朋友们可以去看一下我的隼的影片，就是那个忍者，大概20几期吧，具体什么我也忘记了。112呢，顾名思义就是中路走两个人，对吧？然后这个辅助的位置呢，先开局帮我们的单人路拿 buff， 拿了 buff 之后再上线，然后中路先一个人吃一波兵。这个打法的优势在于就是压制对面的中路，就这个版本的中路都比较强势，像什么星梦、哈里斯啊，各种英雄，反正走中路都比较强势。这边我们先把兵都给补了，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就三个兵补完之后，就我是三个兵都完美吃到的，但是并没有立刻升二级，好像小兵的总体经验降低了一些。这边他应该是吃了个小野，问题不大。然后我认为要的这个核心的这个英雄是决绝。啊，你可能别的辅助也可能有这种效果，但是决绝是比较舒服的，我周可能也比较好一点，因为决绝首先它那个进攻性比较强一点，然后它一级就是那个炸弹，在大多数辅助坦克里面它这个炸弹伤害是基本上算数一数二的了，就可以帮那个上路轻松拿到 buff。 我们这边先过来反个野，然后这个套路基本上要三排或三排以上才能完成。这边我们上路是这个星际，对上路的水平要求也比较高，就单排什么的就不推荐了。这边我们看到这个人没来打兵，肯定是在打 buff， 这边决绝拉到炸到我们一个一技能，直接人和 buff 双收啊，就非常的舒服。这个套路就是为了压制对面的中路，因为让他不能快速的发育起来，这样的话他的强势度就会受到一些限制。虽然说这一把对面中路只是一个卡地塔，对吧，和我一样的并没有特别强势，但是呢就是就算别的英雄哈里斯、星梦他们在没有四级的时候也是比较容易被针对的。然后我们就直接压中路推打，对面人来了，这边决绝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开大免控，我的大招不会被打断，那么就瞬间爆炸。好，我们来看一场实战啊，刚刚那把走中的112就不接着放下去了，因为对面接下来就被我们虐杀了，好像是30比2还是4，反正好像没超过5，就
就没什么好看的，对吧？我们这把呢和绝绝走边路，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到底绝绝和卡蒂塔这个配合到底强在哪里，对吧？先出这个玲珑水晶，先出那个蓝宝石，对吧？加蓝条，别人等对面人来，哎，一个赵云，还有一个谁？还有一个莫斯卡夫。我们现在绝绝炸弹炸完，然后再放一技能。因为你先放一技能再放炸的话，三个兵都让绝绝吃到了，就非常难受，真的。绝绝在这一点的时候，在这点身上就是一个非常不合格的辅助，就他经常抢你兵，他不是有意，他就是无意的，对吧？我跟他说过很多次，我跟 VU 说过很多次，我说你能不能提早放这个炸弹，就让我吃兵。表面上跟我嗯好好好，然后接下来就把兵给吃了，所以就自己注意，等他炸弹炸完再放技能。这样就会比较舒服一点，就可以吃到冰。还是把莫斯卡夫拉到二技能跟一下，但是没扎到，问题不大啊。因为绝绝要那个最好是一二技能连起来嘛，然后我再放个那个击飞，对面就基本上跑不掉了。让我看一下能不能有这么个机会。哎，这边拉到了，一二技能给到我们，这边再放个击飞，然后一技能再过去，这个莫斯卡夫你已经死了，接下来补攻补攻，两级就直接死掉。这边赵云把他挑下去石化救下人，这边我们击飞没击飞到，因为绝绝拉没有了。我们找个机会二技能等一下能不能直接突到脸上。哎，这边机会过去一技能，哎，他挑我一下没关系，二技能放起来，赵云直接带走，这就非常舒服了。就只要对面脆皮被拉到，莫斯卡夫就直接是个死，就先拉然后一技能，对吧？然后我就随便放技能就可以了，二技能放在脸上，他是根本逃不出去这个范围的，这就是绝绝厉害之处。好，把这个击飞这边四级了，看看能不能找不机会等绝绝来吧。哎，小东西塔逃到塔底下去了，但是其实可以想，哎，这边回城勾引，哎，对面不上当，对面还是比较聪明的。我们先省个技能，主要是看看对面有没有怎么可能去打 buff 了，还是会去打兵了，没过来清线。啊，过来了，看看能不能直接上，发个进攻信号，别人一技能直接过去，二技能接下来大招轰爆炸，再见。这莫斯卡夫你也要死。哎，这边车开过来了，啊，不过车撞塔了，但是人头还是被他抢到了。哎呀，很多烦。下路这边基本上是已经崩了，我们这边就是没有车，对吧？也是那个莫斯卡夫也是必死的，就基本上，哎，这边，哎，这个钱多多被他抢了，但是你敢过来，被他拉到了，绝绝拉到，那你死了呀！击飞一下，再一个炸弹，再技能过一下，车再过来晕你一下，死了，再见。抢钱多多是要付出代价的，他其实抢一下就好了，他非要跳过来，就太贪了，他更想杀绝绝。太贪了，小朋友还是有点年轻。哎，过来搞一下，不要怕他，最好赵云把我挑进去，对吧？来，哎，挑我挑我，哎，可以石化大招，哎，很烦，有点烦有点烦。因为大招那个赵云那个大招一开始有个解控的状态，我给忘了，就本来石化大招他就死了，刚刚是想上演一波那个，对吧？勾引，但是没成功，因为控制被他解掉了。我还是喜欢带石化，机器管在那个上次直播的时候不是一开始带石化，后来觉得，太难受了就带闪现，但是有队友的情况下带石化还是比较舒服的，带闪现就是一个保命的作用，就没有太大的作用。大闪其实用不太到吧，就一技能进去就好了。这边直接大招开启秒掉莫卡夫，这边收回来再秒掉赵云，车开过来了，等你来的时候人已经没有了。然后技能的话我推荐主一因为看起来那个一技能的伤害比较低，但是他一技能是两段伤害，就加起来两段伤害都命中的话，他是要比那个二技能伤害要高的，并且一技能就点了之后就会比较灵活一点，哎，给他刺了一点，所以就推荐主一。别的没什么，实话主一
然后闪现也可以带，另外的话也可以考虑带护盾和进化。这边神乐拉到，但是神乐有这个解控，有点难受。有解控的还是能，哎，这边被连环控啦，这边一技能过去没打到，车直接撞过去了，但是我这边没大招，我就在外面看看一下就好了，我就在外面看一下。这边我们把塔推一下，像神乐啊、赵云这种有解控的技能，对于卡带塔来说也非常的不友好，因为你本来就有一个石化这种，或者说队友帮你控制了，想上去贴脸大招，然后这个时候他给你来个解控，那就没什么用了。看一下能不能秒一下这莫斯卡夫，找个机会。但是他走位都非常后面啊，哎，二技能打中了，但是牛来了，还是算了。等一下，哎，这边反你来了，这边看可不可以搞一波锤起来，反你发个进攻信号，这边找一下机会，等一下，二技能好了，一技能过去，二技能，然后过去大招，哎，再见，这边牛也要死，收回来，双杀。这边车又没抢到，All these beautiful bodies shattered by the ocean waves. No one has the power to control the seas. Except for me. You have slain an enemy. You have been slain. I was ready for my new life. Shut down. Listen to my shut down. You have slain an enemy. An enemy has been slain. All these beautiful bodies shattered by the ocean waves.Except for me. Your team destroyed a turret. Initiate retreat. Hmm.
These beautiful bodies. An ally has been slain. Are you suffocating? All these beautiful bodies shattered by the ocean. Is there a more... An enemy has been slain! Stop and listen to my group. Enemy killing spree! Shut down! Mega kill! Shut down! Initiate retreat! Are you suffocating? Mega kill! Double kill! 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 An enemy has been slain! Is there a more beautiful queen than me? No one has the power to control the seas, except for me. Killing spree! Double kill! Killing spree! You have been slain. Always ready for my new life. Down! Shut down! Enemy double kill! An enemy has been slain! Every death. Attack! Are you suffocating? Request backup! Request backup! Is there a more beautiful queen than me? No one has the power to control the seas, except for me. You have slain an enemy! An enemy has been slain! Our turret is under attack! Ocean waves are so soothing. An ally has slain Lord! Request backup! Launch attack! Is there a more beautiful queen than me? Destroyed a turret! Mega kill!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上期的中奖玩家。模板原来只有两个忍者，隼和花火加上半藏就有三个。新一代的隼是啊，不对，新一代的影是隼，对，没错。新一代的这个忍者就是啊，新一代的影就是隼。他们隼和花火都是去杀半藏的。好，那么恭喜你中奖了，可以任意挑选一个普通皮肤。然后你只要在这期视频里面评论下面告诉我，或者你随便什么渠道微信告诉我，你的游戏 ID 和这个想要什么皮肤，然后加我一下好友，然后我也加你一下，然后这个七天好友之后就可以送你皮肤了。然后这一期的抽奖呢和之前不太一样，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抽奖的这个中奖玩家上面有一个链接啊，这个链接是我的 Discord 频道的链接。可能经常玩游戏的人应该还是知道这个语音软件，可能有些人不知道，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语音软件。它的图标就是左边这边紫色的这么一个，怎么拼呢，就是 Discord D-I-S-C-O-R-D， 这个图片上面也有。然后右边这个链接是我的频道链接，然后教你们下怎么用。这边是一个 Discord 的这个一个样子，是手机版本的，电脑的也可以安装。我一般喜欢用电脑，其实因为电脑录屏起来比较麻烦，就用手机给你们操作一下，因为看起来都是操作起来都差不多的，因为它界面都差不多，无论是手机还是电脑。首先我们看到左边这一列，左边这一列就是频道数，就是你所加入的频道。那么你可能新的玩家就是新的 Discord 用户就没有加过频道，那么可能就只有这么一个加号，对吧？最下面那个加号看到了，点一下那加号，点击那个加入服务器，然后把我的那个链接输进去，点击完成，然后就可以进入这个 Discord 频道了。因为我已经进入了嘛，它就显示我已经加入这个我的频道。然后我这边是两个成员，还有一个我朋友进来帮我就测试一下那个链接能不能搜到的。然后这样子，这一期的抽奖呢就有三个名额，三个普通皮肤，就是首先是除了我们两个之外，第一个加入这个就是第三个 members， 然后第十个加进来就是第十二个 members， 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总体而言就是第100个 members， 对吧？这三个将会送出三个皮肤，就是这样个样子。然后这一期就没有什么那个什么题目问答了，就没有了。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边频道怎么用呢？我们这边开了几个，首先文字频道就是打字，会在这边显示出来，就是一个公屏聊天的一个打字的一个频道。然后大多数的都是语音频道，这个就是一个语音软件。然后开了几个房间，因为只有我能开房间嘛，这边先开着每个两个，就是你们排位啊什么匹配都可以用，就是北美的，然后欧洲的，然后亚洲的。每一个段位我暂时都开了两个，看看有没有，看看来了多少人，如果就是之后人多了之后我频道会再加的。如果你要进去就点一下，点击这个连接语音，然后你就进去了，然后就可以听到里面的人说话什么的，你说话他们也都听得到。然后这边右边有一个这个闭麦，然后闭听都是你都可以点，就在待在服务里面，就跟别的语音软件都差不多功能嘛。然后你拉到公屏，就是外面来看，就会发现你在这个北美时事以下这个频道，就别人来找你也是比较方便的。比如朋友来看你，哎，你在这频道里面，他直接就进来就这样就可以了。这边我们换个频道进去再出来，就很方便，就直接切频道，点一下那个频道进去就可以了，就会比较方便一点。然后那个这边那个退出频道是在哪里啊？我之前一直用电脑版的，不在这边，在那边右下角左边右边第三个这边，你看有个挂电话一个叉的那个按钮，对吧？那个按钮按一下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就是你看这频道里面都没人了，就是你从那个频道里面退出来了，然后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我就这个软件就开黑起来就其实比微信来的方便一点，因为其实加入微信群之后其实就是一个聊天扯皮装逼发发截图的作用，对吧？真正其实找到队友，你说语音开黑的其实这个功能会比较少一点。那么这个软件 Discord 就是比较方便你就是语音开黑，然后你从一个房间到另外一个房间去串门也比较方便一点，而且它的音质会比微信稍微更好一点。因为我其实是没有太大感觉的，因为我一直是电脑开的嘛。然后他们说手机 Discord 开那个语音的话会比手机开微信语音会更加好一点。
我之前和他们玩第五人格什么的都是用这个语音软件开黑，我是觉得挺不错的。先到这个房间，哎，你们缺人吗？没有，不缺，人满了，行，那我们串门到另外一个房间。你们缺人吗？缺，那行，来吧。所以就很方便。然后我平时没事的时候，对吧，我反正现在放假，最近也比较空，也没回国，就会待在这个常规频道里面。然后你们如果有什么事来找我，或者想有什么问题想问，直接进来就直接语音就说话问我就可以了，因为说话也比打字要方便一些嘛。因为微信其实回复消息就看到的时候再回你，也已经有时候已经过了一会儿时间了，就比较慢。但是这边我在的话，你直接可以来问我，或者什么别的事情可以来找我，都在这边。那大概的话就是这个样子。好，那我们进入下一场中路的奥黛塔啊，不是奥黛塔，卡，哎，叫什么来着？卡蒂塔，对对对，卡蒂塔教学。Welcome to Mobile Legends。好的，我们这边看到这场比赛，就一个人孤独的去走中路了。其实我是想走边路的，因为我不太喜欢走中路，但是这边除了我好像没什么人能走中路了，给这个凯莉走中嘛，还是我走中比较保险一点。先出一个那个玲珑宝石啊，蓝水晶买好。好，中路就不要去贪野，这边一技能连按两下放一下，清一下兵，打不倒的人无所谓，反正你前期也杀不掉他，就打到兵就可以了，就一条线嘛，一技能两条这个伤害。你看我这边三条兵也吃到了啊，他这个可能就是啊，可能就是改了，就是经验变少了，过来搞他一下没搞到。哎哎，我逼的这古星他也打不了野，可以，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亏。他清兵可能比我慢，他不太敢压过来清，我们这边放一下过来预判到击飞打一套，开心吗？这边古青被我压的有点难受，他吃了口药，这边补个兵啊。不过现在好像上次更新的说是那个野怪啊，啊不是野怪，就是那个打野刀，就是出了之后不会减少那个打兵的那个经验，然后好像总体经验降低，就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然后所以中路扮演又可以打了，就是像之前那些什么矮子哈利啊这种，又比之前稍微强一点点，但是还是比不上西蒙哈里斯这种的，那肯定是比不上的，完全比不上的。哎，可以搞他，搞他到一波。他级别比我高，对面应该是去吃了一个小野，那我也没办法。哎，我这边是没按到，就是没想好，就直接过去进塔吃了一下伤害，但问题不大。其实你连按两下一技能会比较好一点。然后这边回个蓝，应该古星在打 buff， 去看一眼。哎，你小子，我们先等一下，不用开大招，不急，等他过来，引诱他，他肯定会过来，引诱他。哎，你过来开大，直接瞬间秒掉 buff。这边击飞过来，哎，一个石化，哎，石化没打到，不过一个普攻带走了。康康那个大招的时候放起来卡了一下，所以说没有第一时间追上去。有点烦，不过没关系，这古琴还是死了。就你去一个人去反 buff 的时候，你就注意啊，你就不要直接大招清掉，你就假装哎打不过，假装打不过这个 buff， 然后用普攻慢慢打，然后你也残血， buff 也残血，对面古琴也残血，他肯定会来拿，他肯定想回来抢一下。那等到他贴你脸上，就大招把 buff 和那古琴都打到，这样就会比较舒服。哎，这边卢比一个勾闪，哎，但是不行，克劳德闪现走了。这边再看有什么机会，没什么机会了，那就回去吃口药，回到中路。你用一技能赶路的话，就一技能到头了之后就停下来，不然的话你就回去就没有赶路的一个效果了，反而一来会浪费时间。然后先把这波兵清一下，然后再去下路看一波。你自己没队友帮的话，别贸然开这边自己这个 buff， 就打起来会很难受，因为他打野速度很慢嘛。哎，这边车拐了，但是好像没撞到。这边古星应该是一个大招直接闪走了。哎，这边马尔提斯过来看一眼，先到草丛里这边。怎么说？他们要干啥？预判一下，嘿，不行，这个1.5秒是真的长，天哪！
有没有机会这边塔直接进去再出来，没想好。进去的时候，进去之前是想打的，但是进去之后发现位置不好，就是没有到他脸上就直接再出来。因为你扛一下塔问题也不大，因为他那个防御塔他是一下比一下痛的嘛，你扛第一下他其实没什么，而且你进去其实是不会被那个的。而这边大招直接把这个控住的马尔提斯收掉，而且古星刚刚好像直接贴到脸上来，然后刚好一个大招那个爆到两个人，那就很舒服了。这边过来拿一下 buff。 我刚想说什么来着啊，一技能就是进去出来的时候是免控的嘛，你不用担心被人家留在塔下，像什么那种那种剑锋什么的就等你冲塔那种是没有关系的。现在那个 buff 击杀之后会掉小血包，但一般大多数情况下我都懒得吃，因为他加的实在是比较少。啊，有点卡，有点烦。最近手机可能太老了，就充电玩游戏的话就会很卡，然后就一到充电玩一卡了我就把充电线拔掉这个样子。哎，该换手机了，可是没有钱。这边再来拿个 buff， 刚刚 buff 被车抢了，那菜不是抢的，反正不小心拿掉了，他现在过来帮我打了。啊，可以。哎，我差点以为他又拿了。哎，那我要上车上吧，走你。目标上路出发。哎，啊，行，撞了个熊猫，打扰了，这边积分一下，我先走了。哎，这边没关系，大招开起来，绕过来。哎，车要死了。我感觉这个塔我还是想守一下，我有一技能在。哎，这边一技能，哎，哦，刚卡了一下，一技能没开出来，被这个熊猫连上了，不然的话应该能换一个人。还是太自信了，有点烦。现在局势有点逆分，虽然说我是三杠一，但是总体而言四杠七。还行，没事没事。凯莉要是能起来，后期还是能打的，问题不大。我嘛，反正前期后期都是能打的，就是打不打得中的问题了，对吧？打不打得中并不会因为前期和后期而改变，你知道吗？所以这个英雄并不是说什么前期强势或者后期强势。然后这边熊猫跳进来，就麦西塔尔这个熊猫开大招干啥？你真的觉得能把它秒了吗？行，波兵。哦，有时候就会忘记，就是把这个一技能取消掉，就会钻进塔里面，还白一下塔的伤害。我们自己玩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别预判一下，不行，这个，哎，他有准备的话基本上是打不到的。好，这边被晕到了，我们接个那个二技能直接带走，别我大招都不用开，这边可以一技能过去，直接二技能，然后大招开出来了，古琴收掉。哎，这边来了一个人啊，走了走了，别打我别打我，可以，太棒。实话其实都没用，如果这刚刚这里带个什么闪现护盾的话就能走，但实话的话就是进攻性会比较强一点，刚刚是因为队友都帮我控住了，就不需要我来放实话，但是单杀的情况下你不放没有实话就是很难杀人，除非是杀那种雷拉这种就比较好杀，那是不需要实话的。好，准备复活再走出去，刚刚那一波打的还行，好像就我一个人死了吧，一换四，克劳德没死，一换四。哎，小子，他在草里，他们肯定在草里，不管他们，反正知道他们在草里就行了。过来秦步兵，哎，车撞过来了，但是没人跟上，车上也没人。边一技能先放一下，先不冲进去，这边人太多了，我先不打第一手。哎，这边熊猫把人滚进去，感觉凉。这边我们找一下机会，一技能过去，直接大招开起来，可以开起来了，能不能收掉？哎，不行，伤害有点低。哎，后面怎么都死了？克劳德一个人切了三个人吗？哇，有点难受的。就有时候就收的时候，因为我自身血量比较残了，不太敢太深进去，就收掉一个熊猫，刚刚那几个全是残血，没有收割的，有点难受。
因为你大招开起来之前肯定是扛了一大波伤害的，而且刚刚被动是提前被打出来了，就没有回上来。哎，可以，这波小十三精准的预判车，应该是把这个对面的卡戴塔给杀了，发了个大的，不错。可以，这边来帮一下忙。哎，这边又一个勾闪，大招开起来，收起来，这边把克劳德终结掉，这边再回来打到熊猫，再阻挡一下他的退路。但是他在到我的这个水柱之前，已经被我们队友收掉了。过来推一波，这边克劳德玩的还是不错的，但是浪了，对吧？浪了，那就没有办法了，那就只能死了。你只能过来，马提斯兰，走走走，推不掉，推不掉的。这边 buff 好了，拿一下，但是不要待在太里面。等他过来，我倒是不怕他们谁来，谁来给你个大招。哎，这边苦心来了，哇，可以，打扰了，人家是有猎杀的，我想什么呢？哎呀，还是年轻了，难受。啊，对面怎么要举报这古星了？怎么了吗？这古星不是还行吗？虽然前期被我杀了一次，但是遇到我嘛，被我杀也不是啊什么耻辱的事情，对吧？正常的都是常规操作。好，这边清个兵，你看有闪电，一个波浪直接把两个那个小兵直接删掉，直接吃掉。没有闪电的话，没有是根本没有这种伤害的。这边看一眼，他们好像就清兵，不太想搞事情。我们这边自己回来拿个 buff。哎，等一下，他们好像打起来了，再走过去。啊，又没打起来了，那我又想去吃 buff 了。算了算了，有点远，看来他们可能要打这边车撞过来，清个兵吧先。哎，马提斯过来了，往后绕一下，找个机会。哎，他想搞我，先往后撤一波。这边要上吗？把兵先清掉。这边在我脸前都是一些壮汉啊，什么熊猫，刚刚走过去那个好像也是个什么东西，反正不太想打的东西。啊，我错了，是克劳德，没看清楚，我还以为是马尔提斯。这边马尔提斯带下路去抓一下这马尔提斯，不知道能不能抓到。Vu 也过去了，我们往下走。哎，应该可以抓到 Vu 已经绕后了，这边打个野。哎哎，他们两个在打完，行，我去帮忙这边。哎，这个攻势没事，我什么都没看见啊，我们什么都没看见。我们过来打一个，打个什么呢？打个 buff。 我这边看一下那个圣像在哪里啊，我之前买了一个法杀的圣像就凑够了，但是我不知道在哪用，有点烦。这个圣像，好吧，没事。哎，省大招打 buff 真的难受。好，过来把 buff 清掉。哎，他们又打起来了，再一次交锋，来，我们过去帮忙。要打吗？要打吗？我们绕个后，这个马尔提斯，哎，行，不然预判一下。哇，你看我这个一技能加闪电什么伤害，60%血，因为我二技能是空的，直接命中了。当然后面我就追不上，我就直接走了，来骚你一波我就走了。闪电还是非常重要的。这边过来直接开大招，因为你贴到脸上再吃一波大招就基本上死了。这边放个二技能，击飞两个人，自己先往后撤一波。刚刚实在是没办法，因为克劳德他是边走边退，这边先把克劳德杀了。克劳德他那个大招边走边退，你再贴进去，等到贴到他脸上就只有一丝血了，你大招没开起来就死了。这边他过来嘛，直接开启大招，这边再追一下。哎，不行，哎，走了，别追我啊。技能放一下，应该是飞到他了，我觉得这个距离。我现在大招马上好了。这个古星还是有点精明的嘛，没有第一时间贴上来。不过我也怕被他秒，
就预判等他过来的时候你再放大就来不及了，就可能他收刀一下你就死了，你就要在他企图过来一瞬间开大，这样的话他到你脸上就刚好放大，不过这古星没过来。先回个家，冰杖再坐一坐。有车吗？开车吗？哎哎，怎么电量不足啊？没事，打扰了，这边还是不要太开车比较好，逆风不太能浪，浪下待会我们两个人就送死就不太好玩。走，这边看到克劳德在上路，我觉得相信他的车技。哎，大招开起来，再见，你死了呀。他应该猴子刚交掉吧，不然的话他是可以走的，因为这个东西我这个英雄啊，他这个大招延迟有点高，就正常情况下就之前我打别的克劳德就车撞到之后等我开大招开起来他已经跳走了，就很尴尬，像奥黛塔一样就直接可以开，但是这个英雄不是秒放的，你不要紧的大招接上，呜、哦，瞬间爆炸。哎，这个人没死啊，这个人是开了个大，哇，我说怎么瞬间人都没了，很烦，我们直接过去二技能晕一下。好，这边勾漂亮，哎，被弄到脸上，不过没关系，我们被动回个血，石化二技能一技能带走。这边还有个卢比也杀掉，啊，不是还有个卢比，还有个那个什么卡蒂塔，对面的卡蒂塔，啊，刚刚就是你追人的时候，大招开，想要先打一下领主，哎，走走走，我们在边上，哇，哎，不是。这怎么这么远的吗？哇，心太炸了，这突然一斧子把我给挥倒，那行就拍他们，就你一技能上去追人的时候你不要一技能就是过程中直接放二，我以前也会犯这种问题啊，领主抢到了，我以前也会犯这种问题，就对这个英雄不熟悉的时候就想着一技能过去到脸上了，然后二技能想往后面推一点，这样就可以直接放，可以放的，但是你在你的一技能过程中你无论你二技能放在哪个位置它都只会在那个就是你的就叫什么你的自身位置原地方二技能，这样的话你就是控不住人的，就像刚刚在下路那波追人的时候你要先一定要先一技能就过去，从让自己从这个海浪里面出来了之后，有车吗？没车，那我先跟他走一会儿，那海浪里出来之后然后再放二技能，就放在他们就是后退的这个道路上，这样才可以，就在直播的时候也因为对这个英雄不熟悉嘛，也犯过这种错误，现在不会了啊，有时候可能还会。哎，这边撞到一个大招收掉，熊猫搞一下滚我们没关系，他就逃命一下，就这个这么就是一技能的过程中你放技能它是不能指定的，而且一技能过程中是不能放石化，就跟你们就稍微提醒一下，就多玩玩就知道。这边二技能压一下，这个塔凯莉在这边应该能掉吗？掉不了啊，掉不了，这边三个人还是有点凶，我们这边一技能就不停的消化看看能不能打中人，这边他把一个谁滚进去了，哎，这边车逛过来了，我们直接不行，克劳德直接跳走了，你看车的晕并不是很长，哎，这边直接大招开起来，开起打扰，哎，可以可以可以，哎，别啊，你们怎么都杀掉了，杀掉了我玩啥呢，那我很尴尬啊，没有啊，嗯，不行，好像被我毒奶了一口，哎，完了，不行，你们还是这样难受、哦、哎，卢比这边拼命秀，但是克劳德位移太多了，没办法，有点难受，大招延迟太高了，前摇太高了，要是有个绝对这一把对面就爆炸了，刚刚那一波对吧，所以我就说有绝对和没绝对的卡蒂塔就是完全就两个英雄，就是大招开得出来和开不出来完全就两个英雄了，我就是在人群中刚刚我是满血的拼命按大招，我就不管别的事就按大招，大招只要能放出来就我周围起码就有三个人，刚刚那个情况他们就得死啊，不死基本上我就算我死了队友也能收割，但是没放出来就很尴尬，有没有办法，然后这边打个 buff， 哎，不是你要跟我抢吗，哎，行还行你没抢到，哎，这个人真的是干什么呢，
打个野，再打个野，没啥事儿，发育一波。虽然说现在也发育的差不多了，还剩最后一间浴火学语没做出来，赶快拿钱，好像1900，然后到2000左右可以拿。这边太想上车啊，怎么浴火学语还没有？怎么说？哎，带我兜风去了，行吧？看一眼，他们都在中路，走中路直接冲过去，冲呀！好，目标对面卡莉塔，哎，大招，哎，有点烦。哇哇哇！大招先开起来，先躲一波这熊猫的跳，不然要凉。这边浴火学语出来了，哎，这边石化可以，石化也是可以保命的。把这个人断他一下，这边古今想一下，过去一个一技能来回波浪直接收掉，像刚刚那波撞过来，那个卡蒂塔就直接闪现逃走了，而且我还被他控了一波，就算我没被控，我大招就是他反应够快闪现逃掉，我这个也是收不掉他的，我死了那问题不大，就最后浪一波应该是能推掉。所以说其实车带卡蒂塔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除非对面反应很迟钝，或者位移技能刚刚交掉的，像刚刚那个克劳德，不然的话他只要有个闪现，就是你大招是打不中人的。如果你再交个石化再去打就很亏，你知道吗？五石化本来就可以打，那我要车这是一撞干嘛呢？你懂我意思吧？好，那这个英雄呢差不多就给你们介绍到这边，那个优势和劣势我都给你们，这个英雄优势和劣势都给你们就是讲了，也在这个两场比赛里面也体现的挺淋漓尽致的吧，对吧？就是那个大招前摇太高，这个是最致命的一个地方，那么要注意就是最好是等队友把你们控住了再上啊，然后对面控制焦掉一点再进团，然后最好是有个绝绝，对吧？有绝绝啥都不怕，就是这么一个问题。好，那么希望大家，欢迎大家加入一下这个 Discord 这个频道。好，那么这期视频呢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哎，对了，祝大家圣诞快乐。